来吧，兄弟们，大海又退潮了，咱又来到了这片礁石区，咱们一起出发找火龙岩穴，前方有人了，出发。这儿可老远，我就发现了一只，哇，一只这么大的赤眼红，哎，花盖蟹，收。哇塞，这里发现了一只蝴蝶，哎，不对，这是一条鱼，但其实叫它蝴蝶鱼吧。哇，真漂亮啊，这条鱼已经死掉了啊。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这种鱼啊叫做红娘子鱼，一种海鲜，特别好吃啊，咱把它收了。这要想生活过得去啊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这是一只咱也说不上名字的鱼啊，这是我在码头上渔民伯伯手中买来的。哇，咱们也不第一次见，所以想拍个作品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咱如果知道的小伙伴啊，在评论区打出来，评论个666。哇塞，像一只大蛤蟆一样，这可能就叫做蛤蟆鱼吧。咱们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